绿应九商之邀，7月27日热力引爆高雄巨蛋。3月14日大绿现身记者会，预告演唱会上将提前让新歌曝光，算是新专辑发行前给歌迷的特别福利。这一次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曲目，然后可能是高雄的朋友算是有福了，就是应该是我们在专辑发行之前就会有一些新的发表。预计在9月份发行专辑的苏打绿，维持一贯以季节为主题的风格，灌注浓郁的秋天气息。虽然相关细节他们卖起关子，不愿多透露，但清风就笑亏团员阿福近来有单飞的打算，开始钻研舞曲，原来是受到女神谢金燕的感召。因为现在很流行，就乐团有时候配上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，然后我自己最近也蛮喜欢听这样类型的音乐的，所以忽然就有灵光乍现一番，放进去我们音乐里。但秋天的风格或许比大家想象的这种舞曲还要再特别一点。嗯，阿福是因为受到谢金燕的影响，对，你们太高了。哦，真的，最近我们大家都是对谢金燕的那首歌曲非常受到了女神的感召。对啊，尤其是每有时候跨年的时候会遇到谢金燕表演，我们在后面一个真的粉丝都看傻了，我们对。当久了偶像，做做粉丝也不错，还能得意灵感女神将音乐融入电子元素搞创新，总的来说还是歌迷之福了。